不敢呢。是谁来搞我家的树？啊！还敢还敢？干嘛？武大郎，你干嘛砍我家的树？我们我，你们的，你不要砍。我跟你讲，你继续挡着我。我家的树，风水，武大郎给我娶的老婆赖你。你娶不到老婆，那怪你自己好吃懒做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怪树。我挡谁呀？挡我？挡你什么？挡你老婆？什么？你娶不到老婆？就啊，这棵树就不让你砍，是我家的。我就砍，那武大郎我的老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来了，你不来了，你不要砍我家的树。你不来，我打你个。不来了，打。住手！住手！来，住手！我跟你讲，你们两个别吵。刚才你们做的事情我已经看到了，我说一句公道话好不好？啊，我说一句公道话，啊，炮姐，我跟你说，这棵树呢，它也不是属于你的。大郎，这棵树也不属于你的，这棵树是属于大自然的，你们两个。就不能把它砍掉，我告诉你。鬼挡我风水来着，这不是你先听我说，这棵树是大自然的，你把它砍了，就破坏自然生态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把它留住，给这个自然生态给予保护，让它可以更加的美好我们的社会环境，自然的资源，懂吗？这样才是最好的。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握个手言和。不敢了，等我们回家吃饭去。